好，中国大洪水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本期我们在这个一周中间加了一期哈，也是临时有些事情想请老 K 点评一下。那首先请让我们有请老 K。主持人好，大家好。哎，老 K 您好，是这样哈，其实还是想刚开始跟您谈一下这个中美之间这个贸易摩擦和这个贸易战的事情。那之前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实际上还是谈到中国要买这个美国这个四五百亿这样的一个农产品的事情哈。但是我们上次把节目放到网上的时候，然后就马上就已经说中国又不打算买了，买之前再谈一谈。然后在10月17号，也就是，这个北京时间10月17号的时候，商务部又发了一个文章，他说叫中美磋商的最终目标是取消全部这个加征关税，所以看起来还是这个在变来变去哈，达成的协议又不履行，所以您认为，就是这个商务部发的这个要取消全部加征关税，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呢？他说的这话就是说，那个他说双方磋商的最终目标是停止贸易战，取消全部加征关税。你要记看住看清这一点，取消全部加征关税是说美国取消全部加征关税，你自己的那个取消全部加征关税不值钱，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的这个关税不关税的不重要。那个这句话呢，总结成一点呢，就是郭德纲相声里边说的，只要爷爷不打，怎么着都行。他就认识别人说这个是一个，有人可能理解为是这个，他很硬气，这个说法就是说我们要怎样，其实他的这个立场和这个原则目标是没变，只就说你美国爷爷，你只要不打，我怎么都好商量。这个他关键是这个，他没有这个没有明说，但是他其实是这一点，就是想方设法求美国爷爷把这个关税给加征的关税给取消掉，实在过不下去了，所以呢，为这事儿呢，我怎么着我都要那个谈，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在于说，你中国的这边任何一个谈判代表都说话跟放屁一样，从这个刘鹤到习近平说的每件事情没有一项兑现的，哪怕是买你几吨大豆，他都最后都是东扯西拉的，这个就不买。从我们做生意这么多年的经验来讲呢，遇到这种情况呢，其实你说是这个货啊，不怕褒贬，不怕说你这不好啊，说你这个质量差啊，这都是跟你砍价的原则。这个客户一旦说东扯西拉，扯这扯那，他就是不下订单，不付钱。其实核心问题就是他没钱。这个事情是很明摆着的，他就用这些东西来推演，就是说实际上他是没钱。OK，就是你那其实我们知道就当然有很多人分析过，就是中共它号称现在依然有这个3万亿的，就是美债啊，就差不多3万亿的这个资产吧，其中有美债，有什么什么哈。但也有人说过，它实际可以用的是差不多4、5千亿，但也有人说它其实真正能挪用的美金非常的少。那您认为它真的是没有钱去买这个500亿的农产品吗？如果它就是它到底能用的这个能用的美金到底是大概一个什么样的数量级吗？你有这个概念吗？其实是这样，就说中国的这很多人认为说，中国手上的外汇储备是他的一个资产，这个跟那个共享单车的这个算法是一样的。中国人的脑回路就有问题，他好像这个现金拿到自己手里就是自己的钱，可能是这个中国人不讲信用，这是习惯了。所以呢，就说跟共享单车的这个逻辑是一样的。哎呀，这个这么多钱到我手里，我想怎么花，我存银行里每天多少多少利息啊，我就发财了。但是他没想到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负债，它不是一个资产，它是负债，它是要还的。这个钱你别人就说你是强制结汇也好，是怎么样也好，拿到的这些外汇，别人是要兑换的，就是说这个真正的正主拿出来是要兑换成美金再拿回去的。所以你手上有多少钱，实际上你并不代表你有多大的底气啊，在于说你得还。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你明显把别人借从别人那借来的钱挪用出去了，那你在别人要还的时候你就歇菜了，你就瞎了。所以这个事儿，你说比如说这个外贸进口的这一部分，但是你有进口也要有有出口也要有进口，然后那个外商投资的部分，你这个别人是要这个兑换利润，
人要出去的，或者说你要这个拿出去的，他实际上他把这些钱都已经实际上都已经给撒出去了，就是说大撒币撒出去了，因为你一个国家政府你哪来的这个自己挣的这个外汇嘛，对吧？所以你是这个你只有收税权嘛，你收税权和国营企业的这个盈利，国营企业是亏本的，那个税收的都是人民币，你换成美金，你按照道理来讲的话，你换成美金，你的这个有没有那么多美金换？你人民币不是自由兑换货币，你不能在自由市场上就是兑换，你只能是强买强卖的方式弄。但是你强买强卖，你相当于是借的嘛，所以真正他有多少钱，根本就不是在于说他手上有几万亿这个数字，而在于说你这个钱你花出去，你的这个东挪西凑的这个，借新债还旧债的这种方式，你能灵不灵？它是一个庞氏骗局。你把这个钱你拿出来了，是可以拿出来，但是你明天后天你要拿这个钱来这个偿付其他的费用的时候，你就没有了。所以呢，它其实不在于说实际上账面上有多少钱，而是有多少钱是他自己能够支配的。OK， 明白了。其实关于这个话题，也许我们还可以再展以后再多聊一聊。对，老 K 是这样啊。其实我知道您在这个有还是在历史方面，其实有很多这个研究哈，也很熟悉。就从你这边感觉来看，现在美国哈跟中国的这样的情况，就是从历史上是在就是跟哪段历史会比较相像呢？这个美国，您说啊。现在这个历史呢重演是一直在重演，我感觉呢，我个人感觉这个有点跟这个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这个阶段很像，同时呢也跟这个日本的这个就是黑船来航，就是美国那个佩里准将率领的舰队到日本江户直接跟他们进行谈判，这段历史比较相近。 OK，黑船来航，这个是在明治维新之前发生的一件大事是吗？对，这个我大概解释一下，这个黑船来航之前呢，是日本是实行喂，现在可以了。就日本的这个闭关锁国政策呢，跟中国的闭关锁国的政策呢，又不是很像。虽然都是闭关锁国，但是日本呢，它其实是一直对外部世界是非常了解的，而不像中国的，因为这个是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天朝上国啊，这个所谓的这种，尤其是以这个满清帝国征服了整个东亚大陆之后形成的这样一个帝国体系呢，它的这个逻辑和它的这个人员构成、社会阶级结构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怎么说呢？就是说中国，日本它在这个明治维新之前呢，实际上他们跟这个世界的这个接轨还是很接近的。其实虽然说是闭关锁国，但是它有这个荷兰的这个口子，而且呢，日本的这个教育呢，它不是以这个科举制度为准的，它是一直是以这个就是私塾教育。那么私塾教育它是为了这个武家服务的，就是为了这个各地的大名，所谓大名就是军阀嘛，合法的军阀为他们服务，所以他就很讲究这个实用价值。所以在这个私塾教育当中，所有的这个武士都第一他要识字，第二会做算术，第三呢会很多人要学外语，学荷兰语，这叫兰学，就很多这个荷兰的这个先进技术什么他们都是要学的。所以跟中国的那种所谓的这种教育，它这个基础还是差得很远。他们唯一的一点呢，就是说我们不愿意开放，他们日本不愿意开放呢，是因为这个外来的这个基督教对他们的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幕府体系，或者是武家的这加上这个这个天皇的这个封建体系呢，它是一种冲击，会造成这样一个影响。它是一直从政治考虑的，而不是从文化和这个所谓的这种天朝上国啊这种费拉式的这种帝国的这种想象当中来出现的。所以日本的这个遇到了这个当时呢遇到的外国人呢，无非就是帆船嘛，火炮嘛，铁炮嘛，就是那个枪支嘛。所以日本人觉得我们也有啊，我们也造了火炮，我们也有那个帆船。其实他们日本人是有帆船的，也是从荷兰这个定造了这个战舰，所以不觉得说我闭关锁国有什么错。但是呢，关键在于黑船来航，它是这个
是那个美国的这个蒸汽动力的战舰装甲舰进来了之后，他们就发现这个幕府就发现我们的这个技术代差还是这么大，就居然已经跨度有这么大了，对。所以就开始这个就要这个改革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日本的这个日本的这个时代的这个幕末时代的这个到这个明治维新的这一段时间的这个政治和这个文化还有技术的演进，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历史教科书或者是我们这个很多这个这个固执的一种偏见当中认为的这个情况完全不一样，也就是说，真正的这个当年这个要进行改革开放的是幕府，然后呢，这我们说的这个倒幕派啊，这个这个长州藩萨摩藩呢，他们最开始呢是反对这个开放的，就因为说你幕府要开放嘛，所以我们就提出来要尊王攘夷嘛。就是我们要攘夷，所谓攘夷就是说排外嘛，所对。以这个但是就是说日本人他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的这个智慧，也就是说他自己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他没有任何一个傻子，就是从下到这个农民，上到天皇，没有一个傻子，就是说我们是了不起的，我们这个是大国崛起，我们这个技术很厉害，我们文化也很厉害，我们拒绝这个接受这个先进文化。他们唯一的这个不同就是说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长州藩和萨摩藩，最开始说你们啊，这个幕府腐败了，这个投降派，这个怎么居然能让外国人到我们这个日本来定居呢？到我们日本来做生意呢？不行，我们要杀日本，我们要杀外国人，这个抵抗啊，这个所以是要倒幕。但是呢，那个萨摩藩跟这个英国呢打了那么一仗之后呢。他说不行，这个我们积极的这个开放引进先进技术，搞活经济，搞活技术。所以就说这个他们的这个日本人呢，在那个时候呢，其实都还是至少是明白人，只不过就说有的时候没有知道事实的最新的版本，所以呢就会有一些这个错误的概念。但是就说所有无论是这个倒幕派还是幕府还有天皇，其实他们三股力量实际上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说开放这个日本，然后进行全面的改革，这个时候就说你所以这个他离幕府的这个幕末的这个战争到这个明治的这个维新期间的各种战争呢，实际上日本人自己当时的日本人都认为是一件挺可惜的事情，但是又不得不打，只是因为说我们各方的这个志士都是为了日本好，但是呢，这个在现实政治当中的这个。这个格局呢，或者说现实政治当中的利益呢，有所冲突，或者说我对如何搞好日本呢，有一个不同的想法，所以我们不得不去战一下。所以呢，就说无论是在这个内战当中，任何一个对手都是对方是非常尊重的，所以这个是跟中国非常现在的这个状况呢，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情况。对，其实就是关于日本，就是这国门被美国打开以后，然后在明治维新啊，像大家经常拿它和这个大清帝国、满清帝国来相互对比，就是，有一个事情，其实也想向您请教一下，这有可能也是阿姨说的啊，应该是阿姨说，她说只有在这个封建体系下才可以发展这个叫资本主义吧。好像是这样。然后，当然，他也提到过是这个，现代民主社会才是，就是，就是才是继承了这个封建社会，就是封建社会以后才，封建社会就是资本主义民主社会才真正继承了这个封建社会。所以，您能大概谈谈您的感觉吗？为什么只有在封建社会的基础上才可以真正的发展资本主义，是不是就因为日本之前是这种封建社会比较完整的，可能接近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封建社会，所以它这个被打开国门以后，迅速就可以把资本主义可以发展起来的？日本的情况跟中国的情况又不太一样。就是说大概解释一下，就是说所谓的什么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演进过程呢，实际上是马克思的这个邪教，他的这种说法。因为在就是说，在封建或者是所谓的这个奴隶制时代呢，它仍然是一直就有资本主义的，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它的这个成分和比重有多大而已。
这个说你说绝对的、绝对化的进行两者的对立是很错误的事情。比如说现在这个，就说你说现在，比如说现在啊，那个贵族他理论上讲，英国的贵族他也是允许有领地的，也允许跟其他的这个领民签这个封建区域契约，只要是合法，他理论上讲都是可以的。但是问题是他做不到，是因为不是因为说这个。这个社会制度变了或人心变了，而是因为说你的这个农业生产子本身带来的这种收益无法支撑你的这套这个伦理体系。这个话又说回来，就说所谓的封建体系，它是一种这个武力征服的这个体系。然后就说，不管是这个英国的，比如说诺曼征服也好啊，英国原来的这个盎格鲁撒克逊的这个武士阶层，或者日耳曼的武士阶层也好，还有这个日本的这个武家，其实他们都是实际上就是一个部落民，或者说是这个原先部落当中的勇士和武士，通过这种武力征服，赤裸裸的武力征服，也就是所谓的下克上，也就是说我下级就可以干掉这个上级，实力不行的上级，我来这个来当大名也好，当这个公爵也好，来统治，来这个当将军也好，它实际上是一个以实力为基础的这个博弈的过程，而不是说像励志帝国体系一样，一个少量的征服者征服了整个帝国之后呢，就形成了一个征服者与费拉之间的这种固定的这种阶级关系。在这个封建社会，它的这个阶级关系是不断变动的，不像是说以前说的，说好像你出生是伯爵，你永远是伯爵；你出生是农民，就永远是农民。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所以在这种封建体制下的这种。就是靠武力征服和农业为基础的这样的一个相互形成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它实际上它是一个高度流动性和竞争性的这个关系。同时呢，因为这个封建体制它有几个好处，第一个是它的武士阶层，它比如说日本的和英国的，它都是这样，就是说你的武士阶层它天生的就必须得要文武兼备，你才能够这个胜任你的职责，甚至说再往上，我这个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比如说日本，它的这个武士的教育，日本当时说在江户和京都的识字率是全世界第一的，就文化水平是全世界第一的，尤其是学中文，他学汉字，他的水平都能到全世界第一，大概在那个时候，大概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能够达到70%-80%。他的这个文化教育，就是因为说你的这个武家，无论是再穷的这个武家，他就是只要是你是武士阶层，所谓的这武士阶层叫什么呢？族亲就算是武士，就说这个封建的这个大名手下的这个家臣手下的这个步兵，一个步兵就算是一个武士。那么给这个步兵做侍从的这个人，他也是武士，虽然是只有一把小刀，他也算武士。这样的武士呢？他必须要学武艺，学武艺，学这个学文，就是他有这个坚实的这个文武教育的基础，但是在这个费拉帝国是没有的，你最多就学一个认字去考科举嘛，你其他的武艺你学都不要学，你哪有钱，或者说你有钱也不愿意学，吃不了那个苦。但是在这个封建体系下，你是必须要承担这个义务。就是中国这个传统的，就比如说这个春秋战国时代，这个孔子说的士，这种士呢，实际上它是文武兼备的，叫文质彬彬嘛，就文和这个文学和武力是要各占一半嘛。当然现在的中国人不理解，认为文质彬彬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人很文绉绉的，手无缚鸡之力，对，完全所以说说反了。文质彬彬这个词是文武双全的意思是吧？对，哦，这样，OK。这文圣智则也嘛，文圣智则罔嘛，还是这个智圣文则也嘛，这必须得要两样都有。所以在日本呢，他为什么这个幕末到这个明治维新，他发展那么快呢？他关键不在于说你比中国的什么这个好呀那也好，他关键是在于他本身就具有这个封建的这个人才储备，就是说文学和这个武力都有，那么而且他学的东西呢都是实用性的，蓝学所有人都学蓝学，
就是都至少都通外语，我操！那这个数学外语都通，这比中国的所谓的士大夫的这个考试，四书五经，只是四书五经考个八股文就把这帮人这个难坏了。所以你随便从那个日本的乡村随便找一个这个啊，可能身上都是穿的破布，身上长满虱子的这种下层的低级的武士，随便拿出来一个都比这个。都比你中国的这个什么翰林啊，他文学水平要高得多。那个当年就是说，那个有个日本的这个乡试嘛，就是乡下的这个武士，后来当上了这个一个外交官嘛，到了中国，跟这个当时的总理衙门聊谈事儿，居然他能写汉诗，这个中文写得很好，汉字写得很好。那中国人就说：“哎呀，我们办洋务办了这么多年，终于遇到一个会写人字的。但是没想象，人家又会外语，不光是会中文，还得会这个荷兰语、英语，又会数学、物理。那这个人才随便到他们随便那个时候就随便派，随便哪个藩，派到哪里，派到这个法国、派到英国去学个两三年，回来就成了一方大。”就是一方的专家，是成为日本的这某个学科的这个开山祖，但是在中国人来讲，那简直是难上加难。你一个科举出身之后，要学外语至少要学两三年，然后再到国外去再去弄，你学个十几年出来，可能还只是说做一个翻译家而已。所以他的这个人才储备，简直就是对这个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成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但是在中国到目前为止都还是不具备的。对，这个没办法拿做题家和武士相类比了。您这么解对。释，我是清楚多了。所以是这样哈，那个我想最后还回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今天正好在回看阿姨的一些访谈啊，所以对。这里面啊，真是想给阿姨再做个广告，就是阿姨访谈里的第六集哈，跟陈医师的访谈里面，专门后半部分都是提的这个香港。实际上，这个阿姨对香港的这个判断啊，这是去年发生的，去年录的节目，其实是非常非常准确的。然后她提到的是，当中国彻底和美国撕破脸的时候，就不再需要拿香港来这个，就在不就不需要来维持这个香港。所谓的这样的一个自由港来做门面了，所以香港到那个时候的命运就会比较惨。当时阿姨提到的是，就近则几个月，远则几年，就不会超过，就不会太久，这个最糟的情况就会来到。当然也提到，就对，香港这个未来会怎么办呀？包括他还提到说，活跃在香港的这些，就是民主小清新们，未来基本是不会再属于他们了。当然，他有提到，除非建立这个临时政府哈，然后以后可能还会捞一些政治资源。所以，你认为现在真的是就是中国和美国就是准备撕破脸的这个过程吗？这个事情，我补充一下，他提到这个事儿是因为是评论我的那个小说，这评样。论我小说《深圳来信》啊。当然，这个事哦，情对对因对，为没很错，多人，没错，之前有很多人也聊过这事儿，所以呢，其实香港的事情呢，它还不是那么简单，就是说我这维持一个自由港和一个这个，所谓的一国两制这个门面这个作用。因为香港它的历史，它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这个共产党，它虽然说我对你香港有一个看法和一个定位，但是并不代表说你共产党的这个政府或者共产党对香港的看法和定位和它的政策就能决定香港未来的命运和前途。这个取决于香港人自己。也就是说，从一个公民社会的角度来讲呢，你香港人他缺乏了一个最大的一个一点。也就是说，为什么说香港说，哎呀，你殖民地的时候你啊没有民主啊，不是也挺好的吗？你怎么现在就要求了嘛？这话应该这么说，就说我在殖民地时期，为什么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民族，它的这个社会构成能够形成民主制度？最基本的一点，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你的这个居民是你自己本身的原生的居民和自组织产生的。如果说没有，这是你天生合法性的一个来源，也就是说你在比如说。希腊的这个城邦里边，你不是原居民，你是外来做生意的，你来了十几年、20年，你的这个阶级地位，你是干这个的，你有民主权，你对我就没有任何好处，同时你是在享受我的，或者说是享受我的秩序，甚至我的秩序的消费者，但是对，呢，有一点退而求其次，你可以交血税啊，就是说你参加我的军队。
给我去，就是说参加卖命嘛。再按照这个希腊人的这个逻辑来讲的话，你只要说你交了这个血税，服了兵役，你就自然有权利去享受这个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些公民权。当然这个有点像纳粹，这个是那个叫什么虫族的那个电影叫什么，里边提到的这个观点。当然这也没有错，就是说你香港居民呢。你的居民构成就是很大部分是不是我原住民，都是来打工的，来赚钱的。你说不定哪天就跑了，你又没有什么这个固定资产在这里，那你享受这个权利也没有用。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了，因为这个是历史造成的，就已经过了两三代人，你在这里土生土长啊，你也交税，你也有固定资产，或者说你跑到别的地方去，你也待得浑身不舒服，你还是得回流香港。所以这帮人呢，你在这里你又走不了，但是你又没有这个民主权利，怎么办呢？你肯定要争取，但是这个民主权利本身来讲，它就要交一个血税的。就是比如说那个以前的这个说这个英国的啊，你这个民主啊不普及啊，说你这个很虚伪啊，都是资产阶级民主啊，你的这个无产阶级你就没选举权嘛，没有被选举权嘛。但是没想到这个一次大战一打，哎，所有人一回来，我交了血税了，当然就应该有选举权。所以这个实现全民普选，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打了一次大战，打了全面战争之后，你就自然而然就你既然有被征兵的可能。啊，那我就应该有这个选举权，所以这个香港这边呢，它就从一个殖民地演化过来之后呢，它没有经过这种所谓的这种，比如说殖民地的独立战争，没有，或者说就像跟这个跟原住民之间的战争，比如说布尔人的战争，你很难去取得你的这个天然性的这种民主的这种权利。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要想方设法去。啊，这个补齐，这个就是配平这个方程式。那究竟像哪个地方，在哪个地方交这个血税呢？这个我就不好说了。但是这肯定是必然会有这样一个需求会出现的。OK，明白了。所以您觉得就是香港现在这个流的血哈，这个牺牲的生命是不是应该不会白流哈？就是应该是还是有些意义的，对不对？看你的。怎么说吧，这个血没有说不会白流的。你因为比如说，如果说你是作为一个费拉的这个顺民被屠杀，你数量再多，你也是，连历史的这个注解都算不上。就可能在注解上面说你死了多少人，比如说亚美尼亚人被那个土耳其人屠杀之后，你，这个多少人，几百万人，和你那个犹太人。在二战的时候被屠杀了600万，你的这个你的权重在国际政治上的权重和历史的权重是完全不一样的，哎，当但然，是现在您觉得就是这个，比如说有瑞典人提出要把这个香港全体这个人民把它获得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包括现在香港这些抗争啊，包括刚刚通过这个香港人权法案，是不是香港人的这个血有那么一点点没有白流的这个趋势呢？这个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个是说呢，你的这个是否是受到国际的承认？现在国际承认的主流呢，就是非暴力嘛，非暴力抗争对，非暴力。就是这个属于一种白左小清新的这种想法。但是至少来讲的话，这个就是也有人说这个，比如说苏东革命啊，这个茉莉花革命啊。对，就是都是我们搞这个啊，推动这个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暴或力者对。非暴力抵抗的成果，但是实际上他们很多是这个历史和国际政治和这个地缘政治角力的这个结果。真正的要改变现状呢，你要取得这个政权呢，你的这个血呢是主动流还是被动流，这个有很大的区别。对，你比如说那个乌克兰啊，那个当年也是二三十年代饿死了几百万一两百万人。今年不是有一个这个美国的电影要讲这事儿吗？你最多就成了一个电影里边鲜为人知的事情，现在被人给揭出来，就说形成你的乌克兰民族也好，是形成这个也好，
它虽然占了一定的分量，但是这个跟这个中央和地方的这种争拗，比如说这个河南省、四川省在这个当年的这个大饥荒里边饿死的人最多，那我们现在应该独立吧？这个虽然逻辑上有这么一点点好像有因果关系，但是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充分和必要的条件。所以呢，香港人呢，他的这个抵抗和这个运动呢，我觉得虽然显示出这种不合作，就是说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当然香港的抗争现在是非暴力为主，但是不合作比较少，显得比较少，甚至说不合作的这个运动基本上是没有，所以呢这方面还是缺一个角。所以你说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佛教的这些佛教徒被屠杀呀，甚至在这个比如说越南的街头，这个西贡的街头自焚呢，你是觉得好像很悲壮，但是呢，你也可以说，比如说推动这个什么美国从越南撤军，但是对于说你自己本身来讲的话，这个代价未免太大了，而且这个成效也不是很明显。不是很大。道义上的事情呢，大家都可以说一说，但是真要拿出真金白银，或者说跟你去帮你去一起去拼命的时候呢，这个问题就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有作用了。OK，明白了。好的，今天多谢您的时间，中间多加了一集，也感谢能够收看和收听本期节目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下次再见，多谢了，OK。好的，谢谢。好，多谢啊。